小朋友好，今天要学习的是二年级华文最后一个单元，第22单元，小小心愿。第一课，百宝箱。识字与写字。首先要进行的环节，就是聆听课文。一，百宝箱。我的心像百宝箱，装满大大小小的希望。我愿和同学一起参加有益的活动，讲故事、演话剧、生活营。我们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学习。我愿和好同伴一起看有趣的童书，让许许多多好故事填满我的脑袋。我愿偷偷地把奶油蛋糕藏在电冰箱里，不让弟弟发现，好让妈妈回家后也有机会感受甜蜜的味儿。我愿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让我好好孝顺他们。啊，百宝箱，装得满满，还想再装，再装。我的心装得下生活中所有的快乐和宝藏。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一课的生字新词。好，我们来开始。第一个字是愿，愿。横撇撇竖横折横横竖钩撇点点卧钩点点。部首诗场笔画十四画。许愿愿望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愿妹妹能快快乐乐地长大。餐，餐。撇折点横撇捺撇撇撇。部首是丝笔画八画。参观参加参与。餐是多音字，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念餐，参加，参观。第二个字念参，参差不齐。第三个读音是生，人生。明天我将参加学校举办的绘画比赛。意意点撇横撇点竖横折竖竖横。部首诗敏笔画实画。有意益虫益处，运动对身体有益处。水果是有益健康的食物。
眼眼点点提点点横勾横竖横折横竖横撇点部首诗水笔画十四画演员扮演演习在这次的表演中我扮演白雪公主剧剧横折横撇横竖竖横折横竖竖钩部首是刀笔画实画话剧剧场戏剧教师节当天我们全班将表演一场话剧赢赢横竖竖点横勾竖横折横竖横折横部首是草字头笔画十一画生活营露营营养这些都是有营养的食物假期里我参加了两天一夜的生活营田田田横竖提横竖竖横折横横横横撇点部首是土笔画十三画填补填写填充爸爸用泥土把这个洞填好偷偷撇竖撇捺横竖横折钩横横竖竖钩部首是人笔画十一画偷偷的偷懒小偷我偷偷的为爸爸准备了生日礼物冰冰点提竖钩横撇撇捺
部首诗两点水，笔画六画，电冰箱，冰山，冰块，妈妈把牛奶放在电冰箱里。剑，剑，撇，竖，横折，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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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横折折撇捺。部首是人，笔画实画。健康，多运动就有健康的身体。强健，强壮又健康。健全，四肢健全的人。多做运动能保持身体健康。碎，碎，竖，竖折，竖，撇，横撇，点。部首是山，笔画六画。岁数，周岁。当小孩子满一岁的时候呢，我们也称作周岁。岁岁平安是一句祝福语。我希望爷爷奶奶能长命百岁。笑，笑，横，竖，横，撇，横勾，竖勾，横。部首诗老，笔画七画。孝心，孝子，孝敬。我要做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小朋友，我们再来朗读一次今天所学的生字。愿，愿。餐，餐。意，意。眼，眼。聚，聚。赢，赢。甜，甜。偷，偷。冰，冰。见，见。睡，睡。笑，笑。今天的视频教学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